今天我们吃的是啊，干豆角炖五花肉宽粉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我们把干豆角啊浸泡到一个小时，五花肉咱们给切成薄薄的厚片，起锅烧油，放入五花肉，小火慢炒，咱们放入葱蒜大料瓣，生抽蚝油，继续煸炒，咱们炒出酱香味儿。家人们，阿豪主页更新了400多道家常美食，每一道都非常的详细。如果您一次双击都没给过我，今天就给我一个吧。肉炒的差不多了，咱们放入干豆角，象征性的垫两下勺，加入我家的开水，老抽调个颜色，调味儿，咱们放入咸鸡精13香，下入宽粉，盖盖，咱们炖它18分钟零58秒，出锅以后撒入迷你小葱花就可以了。阿豪祝愿看到这个视频的大哥大姐们青春永驻，貌美如花，怎么吃都不胖，越来越漂亮。